何韵诗同林依晨主演嘅舞台剧《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》，今日系最尾一场。阿诗同依晨都分别着上低胸裙接受访问。被赞身材好嘅依晨就笑住话，自己嘅衫因为有加工，所以先有咁嘅效果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有加工一下，有加工一下。有加工啊，系嘛？不是那个加工啊，是那个衣服。费事吓到啲观众咁犀利啊嘛！而家咁上下得噶啦，唔使太劲啊！我本人嘅形象系走呢啲谐星嘅路线噶嘛，漂漂亮啊！我觉得就是这一部戏里面，他这样的形象很适合他，是吗？有吗？就是女强人的感觉哦。对，因为其实今次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挑战的。我们即是在开始公演之前的一个礼拜才真的有整个剧本拿到在手。所以即其实我们的时间上面都即无论是我就因为国语，即虽然之前演过舞台剧，但是因为国语的原因，所以就即都很大的挑战。那么 Eason 就第一次做舞台剧，是吧？是吧？嗯，对。所以即大家都是回到香港的时候，即上到台才排了两日两三日，那么就上台演出了。所以不过即出到嚟真係，我覺得是一個奇蹟嚟嘅，即係大家係真係第一晚已經所有嘢好順利，咁亦都觀眾反應好好，跟住大家嗰、那個團隊嗰個精神又好好，咁所以即係今次好感動咯。其實我哋晚晚都喊到傻咗，即係喺個戲入邊又喊，跟住去到謝幕嘅時候又喊，咁所以即係經過呢五六日之後，我今即係每一日起身嗰隻眼就腫過之前嗰日，咁今日直情成隻雞蛋咁樣咯，係啊。